由旅游局主办的金齿报税起回家第一场巡游在大年初三晚上完美上演。今次的巡游由下午5:30正式开放给观众入场，更加有暖场表演，在场的观众都带上一家人来看，以及表示现场气氛十足。我因为带埋啲亲戚啊，国内啱啱好，我哋住马国嗰头嘛，是蛮热闹的。咁咧，啲人嘅气氛好好。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夫人崔霍慧芬女士、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主任叶炳权先生、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女士等一众嘉宾启动装置之后，18部福气满满的花车、32支海内外表演队伍都逐渐登场。花车以及巡游队伍由西游湖广场起步，途经孙逸仙大马路，最终去到科学馆。沿途观众反应热烈，各个定点观众席无一空席。今年18部花车分别代表极具好意头的新年菜式，诚意为大家奉上五福临门、凤凰来仪、金银满屋、恭喜发财以及石果丰收等好福气、好运气。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丰盛美满，好事连连。如果错过了今场的朋友不紧要，因为2月9日年初六亦都会在北区上演第二场的花车巡游。